你是我的朋友豌豆射手吗？不是的，我是隔壁辣椒田的超级豌豆射手。你是我的豌豆小姐妹吗？不是的，你看我是黄色的豌豆射手哥哥。你会是我的豌豆小伙伴吗？我也不是，我是新品种豌豆哥哥。那我的豌豆小伙伴会在哪里呢？我觉得你应该去问问旁边战斗的铁桶僵尸们。铁桶僵尸，你有看到我的豌豆小伙伴吗？你是绿色的豌豆射手，你的豌豆小伙伴们就要被我的僵尸大军包围了，哈哈哈！不好，我要去帮助我的绿色豌豆小伙伴们。可恶，我的僵尸大军就又失败了吗？可恶，我一定要吃